500年了，我重建了观音禅院，规模比之前的更大。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，化为孤魂野鬼，在这黑风山间游荡，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。 有点本事，有种跟我来山顶会会！ 他这巨型散气之说，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。他刚才的几番变化，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正好小老儿收些来用。 巨型三。